了十来天的时间，断断续续的终于建成了。这个厕所就是一个简易厕所，你要说结实啊，它并不结实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避风遮雨的话呀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你看像这个的话呢，其实它就是两边有柱子，中间的话呢其实要扛一点风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像这个上面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冬天的时候能够防点雪，别直接压到这个塑料布，然后防点那个雹子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雨的话它应该是不会顺进来。然后像这下面的这个立柱啊，其实结实程度应该还是可以，往下挖了也得有二三十公分吧。一会儿这个上面再拿铁丝把它互相吊一下就可以了，上面就不加密了，加密的话也承受不住，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它后边没有横梁，所以说上面就弄得薄了一点。但是这个遮阴呢，还是蛮费劲的，不过终于弄好了。这个东西反正也不着急，慢慢弄嘛。剩下的就是做这个篱笆了，到时候把这个圈起来，基本上这个今年大的工程啊就算结束了。圈起来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山墙那个地方啊做一个棚子起来，往那边开始搭锅灶，到时候可以做美食之类的了。就这个样子，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啊就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